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约，那欢迎收看今天的《星界神话》。OK， 那哦，有剧情推啊，就是好玩，看剧情，这游戏就是要看剧情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我们总之上次是开始了就是鳄鱼之后的故事哦。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又会怎么样之类的。其实我原本想绕去后面打王的，然后结果发现那条路好像是被剧情挡住了，所以必须要先解过才可以去。哦，还蛮可惜的，不然想偷跑的。哦，不过没关系啦，就你们懂的，我们就慢慢来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张背景图还蛮漂亮的，其实还蛮怎么讲，我还蛮喜欢它的色调的，所以这张背景就是如果。等一下去找看吧，就是这个应该是高地祭坛的背景，如果是的话啦，我等一下就会去这边拍张照。我觉得这个背景我还蛮喜欢的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个月亮有没有？看起来就是祭坛的样子，然后这边还有水晶柱啊，还有水晶灯这样子。我觉得这就是今天的封面了。就是如果我没有到这边，我就一定会拿这个背景当拍照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惯例了，好不好？哦，不过跑速依然是精美啊！该换电脑了。我这台电脑是三年前的十一月买的，所以其实它快满三年了，快三岁了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实际上笔电的寿命差不多就是三年。该换电脑喽！这孩子三岁了，该换掉了。天哪，听起来真哀伤。话是这么说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讲，但是我第一次用金饰品，还蛮爽的。可是后期好像都马在玩金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又该换装备啦。啊，我听说官方好像要把那个职业残卷给改掉，就是改成不是随机开，是给你月换券，让你自己去换你自己要的职业。哦，幸好我卖掉了，干！那这像艾佛里队长稍稍探听现在的情势，其实维托尔回来并走向你，走吧，等等要开作战会议，是时候让海盗知道惹毛利维坦军团的后果了。两位陛下与欧提亚大人，我希望各位也能参加这一次的作战会议，希望你们助我们一臂之力，击退海盗。乐于至极啊！海盗已经和古神合作，若能击溃他们，就能削弱古神的势力。一点，用你的战略才能帮助他们赢得胜仗吧。不用你说，姐姐，我会让这些海盗溃不成军的啊！凶，凶巴巴。会议地点我看一下啊，会在哪里啊？哦，在上面是吧？这个城镇其实还蛮大的耶，我那天逛了一下。感谢各位的前来，我们将对伯尼瑞德海盗做最后一波总攻哦。这次有了星界王姬、星之勇者与泛王子派来的欧提亚帮助哦，我相信这一次的作战一定会成功的。这次的作战主要。主战场为港口与营地，然后我们要支援这个港口战场，带领诱饵部队将海盗引至内陆，再由我带领突击军队包抄夹杀。营地的部分，我希望由伊莲陛下领军中路正面交锋哦。欧提亚大人则绕至左侧给予致命一击，利用强大的兵力击溃海贼先锋部队哦。以上，敬礼后解散，开始动作，教练啊。另一面的战场交给你了，要小心哦，破浪符！哇哇，到底谁才是姐姐？这感觉差太多了吧？好了，那我们就……这个其实也是蛮棒的一个喷水池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下去港口吧。你看，我就讲过了吼，后期真的是墙壁做一大堆。直接跳下去不好吗？
不行吗？哦，我想直接跳下去啦。好，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。目前海盗正驶向港口，准备登陆哦。若是能将他们引至内陆，团长的军队便能断其后路哦，而吸引海盗到内陆哦。我想抓住变弱的星际王机会是个很好的诱因，对吧？虽然有些冒犯，但以你的外表，确实会让海盗轻敌不少。哇塞，现在是怎样？要装弱是不是？哦哦哦，出现了，出现了。然后完全没有剧情哦，还有，重点是他们完全不会主动攻击我。哦，最后一波了，最后一波了。你看，只要不要动他们，他们就不会理我。有了。哇，这个配音真的让人很出戏耶！贝拉米，就是现在！快退！大家快退呀、啊！你们无路可退了，进攻！我不懂，这些海盗智商怎么这么低啊？谁他妈想都知道，嘿，哎，算了，永远不要质疑游戏反派的智商。太好了，终于给海盗一点教训了。虽说击退了海盗，但军团方面损失不少。你见伊文四处张望，希望能给予帮助，只是贝拉米走了过来。伊文陛下，感谢你的大力协助，不知道您是在寻找什么呢？你来的正好，让我们协助你们善后吧。唯有这里稳定下来，我才能安心与伊莲会合。感谢伊文陛下，我正好希望有人能帮个忙。您是否可前往港湾区找到草药商人呢？哦，想请你去确认疗伤药草的库存哦。我想有许多伤兵会需要它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对话，感觉就是少了些什么。就是感觉少了些什么，比如说应该要先答应他才对啊，对不对？你将柔娜的消息告诉贝拉米，同时药草的物资车也到达了。太好了，我就立刻着手处理这些药草。在贝拉米的处理下，药草会有一碗碗的草药汤，并发出一种青草香味。好了，接下来就帮忙将这些汤药分给伤兵们，不知道能否帮我个忙呢？丢他脸上，真的是丢他脸上哎、欸，凶！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，丢哪里呀、啊，大姐，丢哪里？等一下、啊，丢他脸上，到底丢哪里呀、啊？在汤药的帮助下，许多士兵已经恢复了神色，并开始着手建造了防御工事，防范海盗的反攻。看来我这边的弟兄都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谢谢你们。刚刚团长在找你，说有事要讨论，不知道你可否前往一会儿呢？哦，所以小兰就回去了，然后我妈留在这边帮忙。OK， 你是前来支援的吧？说实话，我这有点私事想请你帮忙。私事是，不要这样，我会害羞。我有一位好友兼手下的马克，刚刚在前线战斗时与我分散了。后来听到隔壁小队的人说，看见马克已经战死了。身为小队长，我不能擅手离职，需要指示防御工事，更不能滥用职权叫士兵去完成我的私事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在战场上帮我找找看马克的尸体。然后你特征也不说完。为什么躺得这么整齐啊？天哪！
你将马克的军牌交给了亚维农哦，并要他节哀。谢谢，愿马克能就此安宁哦。刚刚接到消息，小队长拉克多拉克特好像也需要帮忙。干，我长得像工具人吗，大哥？虽然我们大胜海盗，但海盗城池还在四周出没、哦，需要架炮台。天哪！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位置看过去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住宅区，住宅区那个圆形，那个半圆形的膨胀东西好像很酷，等一下去看看好了。你检查完炮台，向多拉克特回报。哦，多拉克特露出喜悦的神情。哇，喜悦是怎样？我这边事情告一段落了，听说萨尔瓦多那边后勤出了点状况，麻烦你去帮忙看看。我长得不像工具人啊。哇，你们怎么都长了一个样子啊？可恶的海贼，竟然将我们的补给给砸烂！话说要去调个物资，怎么搞这么久啊？来的正好，需要你的帮忙。麻烦你到城镇内找我的军需官哦，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遇到困难，还是在那边打混摸鱼啊、哦？哇，打混摸鱼，哇塞！老大派你来的、啊，和老大说别担心哦，已经送进城了，正在点收哦。太棒了，这个没有在打混摸鱼，是吧？哈，老大还是像以前一样心急啊。哦，所以已经在路上了，是吧？那么最后一位就是一定是在打混啦、啊。哎，居然没有，大家居然都在忙，我的天哪！没想到大家都在做事，哇，就是不一样。原来是这样子，看到我心急的老毛病又犯了啊！这边战线已经稳固了，我们该前往羽翼连会合了哦。走吧，该去羽翼连会合了。还是小兰的声音好听。哎，不是，整个游戏我就觉得碧蓝星配的音最自然啦，我讲真的。魁北登营地，哇，这名字好难念啊！你来到魁北登营地，却看到伊莲与维尔托正在争论。你怎么走到场都跟人家吵架、啊，大姐？我就是不明白为何不继续进攻哦。又来了，海盗已经被我们击退，要这种时候我们要继续进军，乘胜追击哦。我又不是不懂什么叫乘胜追击，只是后勤还没到，我是不会冒着没有后勤的风险行动的哦。话说后勤怎么这么满？该不会是出了事吧？那真是太好了，负责后勤的军需官叫做海尔顿哦。干，怎么又是我啊？干，我想看小红吵架。没有啦。我就是啊。看着满头大汗的海尔顿，询问发生何事。我原本拉着车要赶着将物资送到前线，但前方一个坑洞让车子的轮胎坏掉了，现在推都推不动。抱歉，可以帮我去镇上看看有没有修缮工具吗？哦，我先在这里好好检查一遍，等等就把这个破烂东西好好的修理一遍。哦，我们真是太神了吧！我们需要八个锤子来修一辆车，这是不是怪怪的？不是，我要说，可是刚刚第二个 Q 那个字被截掉了耶，官方这个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下？修车啦！看起来情况比我想的还麻烦，可以将这边的状况告诉团长吗？跟他说物资会晚半天时间到达，以免他过度担忧。小红又要吵起来了。小红又要吵啦！这一次小红真的要吵起来啦！
原来如此，看来军中的运输车也要找时间检查了。我知道了，感谢你的帮助。以后行的到达时间推断，军队应该是可以再向前推进的。好了好了，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了，伊莲。维托尔，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？依照探子回报，海盗在撤退时将矿区的路给炸了，而通往矿区是前往这个祭坛的必经之路哦。要开通这条路，就需要更大的炸药才能清空路上的落石。但于海盗交战后，我方火药库存略显不足，只是要再补上一些，应该可以顺利将道路清空哦。说不定可以从他们身上取得火药粉哦。就这么办吧，就一起去先讨伐这个海盗余党吧。哦，那海盗余党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，但反正他们就是在这里。哇，浓浓的火药味！他们这边好像是有只小王吧？可是我看过了，他身上没有什么好东西，所以其实我真的。不是很想跟他打架，你看，就一个果实，就一个战利品，你以为我会心动吗？并不会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我是不是该找时间买币了？是不是？哎，去买一个，90等武器还是88等呢？欸，85金，所以我已经可以买85金的武器了喔。下一个是95，所以85 85 85。欸，不对，不是这个。空中庭院的王怪，然后用这个魔藤绿石制作是吧？现在魔藤一个要多少钱？他们现在魔藤一个多少钱呢？哎呀，空中庭院在哪里啊？我还真不知道空中庭院在哪里耶。真不愧是伊文陛下所选上的第9位骑士啊！你再吹，等下小红妖生气了。我竟然忘记了点燃炸药的引信了啊！这附近应该有少石矿脉与富麻藤哦。为什么？这富麻藤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诡异的名字？不好意思。杰瑞潘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暗影石洞，那空中庭院在哪里？欸，我真的没有看过空中庭院啊，靠杯。在哪里呀？哦，空中庭院在这里。哦。我怎么没看过那个地方啊？空中庭院啊，我觉得我应该有时间去打看看才对的。或者是去搜那个石头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就赶快回去吧。我今天时间快剩不多了，看能不能等一下就把石头炸开，前往祭坛拍张照。一切都是为了拍照。
你真可靠啊！手下已经做出好火药了，是该是帮忙开出一条路的时候了。这里有三个炸药，麻烦你放置到定点哦。放好之后便可以开通前往矿区的路了。走，炸开大路啊！把路给炸开了。对啊，这不管怎么看，就是在那后面啊，那个祭坛就是在这后面啊。大哥啊，你妈哦，对，没有，我以为他们会移过来，结果没有。后来我想想，没有错，吉祥之音也干过一样的事情。奉置完炸药，回到维托尔身边哦，此时后方巨大的声响与震动。看来炸药顺利引爆了，通往矿区的路已经开通了，走吧。走。哇，上面有矿车耶，好可爱哦。我超喜欢这种矿车的感觉。啊，祭坛在哪里啊？哦，祭坛在这里是不是哦？那看来是到今天能到那里吗？能吗？好奇怪的感觉，这个味道应该是矿坑蔓延出来的瘴气啊，应该是矿区荒废太久，负责过滤矿坑空气的引流机坏了，再这样下去大家都会中毒的。好吧，我们去查看引流器吧。应该是没有能源了，没有能源了，没有能源了，都没有能源了。看来只是启动的矿石失效了，这样好解决哦。这附近有许多矿脉泥怪哦，身上有着可以启动引流器的蓝慧结晶，可以帮忙一起收集吗？不是啊，我不答应剧情就不能推动啊，所以。为什么我们要当热心助人的人呢 ？I don't know。哇，前面那个墙壁还真是让人熟悉的感觉。哎，旁边又有路。反正这里过去有一条小路，哎，好酷哦！血剧毒，哇塞，应该是某种奇怪的东西哎。看起来是某种奇怪的怪物在那里。一二，看来数量足够了，应该可以让引流机运作好一阵子。来吧，我们将结晶放入引流机，这样四周的瘴气应该就会消退了。哎呦，烂货，好烂哦！还直接满出来。你们不继续走吗，大哥？不是应该大家一起走吗？你不觉得两个神会？你不觉得这两个神应该是不受影响才对吗？哦，看来顺利启动引流机了，可以继续向祭坛前进了。众人准备动身，你看见远处有奇异的生物在徘徊。你询问维托尔是何物？那是生活在矿坑深处的血居独眼兽，看来他们已经在这一带给占据了。这些生物个性卑鄙，会趁目标虚弱时发动攻击。为了防止他们在我们战斗中可能会面临搅局，所以要先将他们驱离吧。哇，这话说的真有道理啊，大哥。说是血居啦，啊，可是这里没什么动啊。
哇，哎、欸，这一处其实还蛮漂亮的。大海就是棒。等一下，他是设了两道屏障，是不是？太会防人了吧？真的呢，是两道屏障呢。给了这些魔物一点教训，我相信他们就不敢再来放了。看来后顾之忧都已经消除了，祭坛也就在前方，大家小心谨慎前进吧。是的，英文陛下，终于可以知道谁在祭坛搞鬼了。话是这么说啦，可是屏障你们要怎么解决？这股力量是雷诺瓦结界，你怎么这么清楚啊，大姐？我曾经听闻过，在九原古代可是被称为最强结界。既然这种老古董来阻挡我们啊，古神真是太瞧不起人了，就让我飞鸿星来破除这个结界吧。替我清空这一带的魔物、哦、我希望你回到矿区，听我寻找一个叫做蓝东石的矿石碎片。我要利用这些碎片来制造破解结界的法器。Okay、哦，原来是要采集啊、哦，我以为是打怪。蓝东石，哇，这名字真是好听啊！决定了，以后如果有机会玩游戏创造一只用冰属性的，我会记得叫它蓝东的。可是日文好像没有蓝这个字呢，我不知道，我可能要查一下，因为我日文的蓝色其实就是青，那个青蛙的青啦，所以嗯，对，法器完成，现在只要安置好就行了哦。放置法器也麻烦你了，我已经请姐姐在放置的地方施予了保护法阵，我想你一看就会知道放在哪里了、哦、小蓝，你的。哦、oh ，用丢的吗？不对吧？现在大家过来，我要开始破解结界啦！有动画吗？没有。哇，大家居然要保护小红！哦，有动画，太棒了！太好了，结界正在消失。哦，又是熟悉的音乐，是张比。小心，魔物靠过来了，保护好伊莲。又是熟悉的库基比库萨。好了，其实我不会念。好啦，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觉得下次再处理祭坛好了。不眠王者，这些尸体，难不成可恶的古神竟然敢召唤我们祖先的尸身当作武器？可恶！既然这样子亵渎死者，不论是谁搞的鬼，我都要他付出代价。走吧，我想凤凰黑手就在前方了。哦，不过我妈先停在这里了，好可惜哦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 YouTube 下方点个订阅，喜欢就可以多周每周获得不定时的最新动态。那也可以到粉丝团按个赞，推荐个追随，推荐跟随，嗯，那就是这样子啦。OK， 那我什么时候回到这里来？我要去镇上啊，大哥！我想去看那个住宅区啊。哎，那个住宅区那些字样怎么全都不见了？哦，然后场景是不是？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
对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对就先这样子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准备攻入这个祭坛的部分啦。好的，那就大家再见啦，我们下礼拜见。哦，我要去看一下住宅区那个大帐那个大棚到底是长什么样子，我真的觉得那边好酷哦。好啦，拜拜。你以为我会带你们去看吗？错，并不会。